欢迎大家，下午好呀。家人们上午好。下雨了，家人们。欢迎大家。我们这边要下雨了，好冷啊，今天这个风好大呀。欢迎大家，欢迎你们，咱们进来的打个下午好，好不好？欢迎你们加入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家人们，欢迎你们。本来下午好，本来我今天去找我师傅的，今天去找我师傅，然后就没有去了。本来我今天去找师傅，然后就是昨天很多人给我发信息说不要去，下午好，桃花姐姐。所以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去，咱们这样的把渣渣点一点好不好？叔叔阿姨们，这样的帮我把渣渣点一点好不好？我今天要去找我师傅，结果昨天我下直播过后，就是很多人就是给我说，就给我发信息嘛，发信息说让我不要去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去。然后我也不知道去了会不会就是不好，很多家人们都。不开心了，然后我就没有去了。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哇塞，这个风好大呀！哇，这个风太大了，家人们。欢迎大家哈，欢迎你们，家人们。我师傅昨天直播了没有啊？因为我晚上看不了直播，可能今天回去了。谁？我师傅吗？他都回家了，不去了。我师傅回家了吗？我昨天。没有，就是我昨天晚上我家里面没有信号，我现在为什么坐在外面直播呢？因为我家里面没有信号，所以说晚上看不了直播，所以我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师傅直播了没有，师傅爸爸叫他回去了。就是我师傅回他家的意思吗？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师傅是不是回家了呀？我师傅回他的家里面去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对，是吗？我师傅回他的家里面去了吗？知道今天要回家还是他家里面去了吗？就是我师傅他今天回他家里面去了吗？我不知道家人们，因为我昨天晚上也没有看他直播，我不知道他直播了没有。昨天晚上我师傅直播了没有，叔叔阿姨们？昨天晚上我师傅直播了没有？这个网络怎么这么卡呀？不是，这个风怎么这么大？昨晚上我师傅直播了没有，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？你们有没有看到的呀？有没有看到昨天晚上我师傅直播了的？今天回家了，你没有和你帅在一起了吗？你说没有哈？我坐在这里播吧，那边风太大了，我太大了。直播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晚上家里面没有信号，家人们，我家里面没有信号，所以说我就没有看直播了。我现在坐在外面直播，是因为我家里面没有信号。你跟阿伟在一起是最幸福的，阿伟是我师傅，家人们不要乱说呀，是不是？阿伟是我师傅。师傅就是师傅，而且你们不要乱说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叫什么？我叫什么呀？我叫阿妹呀。直播到12点多，那我师傅昨天怎么样了嘛？我师傅昨天情绪好一点了没有？我师傅昨天情绪好一点没有？毛毛没有干，没有泡干净，那你再拿来烧一下呗哈，你再拿来烧一下，
你们看昨天晚上我师傅情绪好一点了没有？哦，是吧？我没有看，因为我家里面没有信号，所以看不到直播了。师傅啊，我已经分手了，他已经疯过了。嗯，人家都不爱他，意思就是，嗯，人家就是那个他那个阿紫不爱他，所以说他就回去了，是不是？好一点了，那就好。家人们，我师傅直播的时候，你们多去安慰一下他吧，真的，我师傅真的太可怜了。我还听说，昨天听很多家人们说，还有五个人欺负他一个人，嗯。皮子煮不怕，怎么可能天天开心啊？你那煮法不对呀？怎么可能嘛？怎么煮不好呢？是不是？嗯。你卖的腊肉品，不会吧，家人们？不会吧？你们看到是什么样子，都是什么样子的呀？嗯，今天让他爸一回家一个劲。谁在欺负你师傅？谁也没有欺负。阿伟真的不爱你，还说什么？以前你跟人家说过和平生活，什么呀？我师傅跟姐叔叔阿姨，我师傅他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喜欢的那种，你们知道吗？对，我师傅是好人啊，我师傅是好人，家人们，我师傅是好人。对，其实我师傅那样子的人，真的，他如果喜欢一个人，真的是。可能那个阿紫啊，你们说的那个阿紫，我虽然不认识，但可能是大家都同情你，嗯，可能就是人家就是怎么说呢？人可能是我师傅第一个喜欢的女孩子吧，因为我师傅他很善良，人也长得很帅，所以说很多人追求他的那些女朋友很多很多的，家人们真的。啊，腊肉是我自己家的啊，家人们，腊肉是我自己家里面的哈。昨天晚上开一个阿伟努力学习账号了，昨天晚上直播了，是不是？那他回家了是吗？真的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那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吗？对，那他们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不相爱了吗？我觉得那个女孩子。如果我师父爱他的话，他也应该可以好好跟我师父在一起的。对，腊肉那个皮子，你们说的话拿来用火烧一下，家人们，你们真的，你们拿来说的话，你们拿来烧一下哈。阿紫借一个挨一个，不像你家的腊肉啊。啊不，这个天天开心啊，怎么可能不是我家的腊肉呢？如果不是我家的话，我怎么卖给你们？是不是？可能是你们做法不对，家人们，你们做法不对哈。走了，去湖南了。阿紫和易老板走了。阿紫又走了吗？说今天回家，阿紫莫也是你们。我不是大娘舍的人，家人们，我不是大娘舍的人哈。欢迎大家，欢迎你们哈。半个小时都，那你要煮个30到4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呀哈。我自己都是经常这样子做的，那就奇了怪了。如果煮不趴，那就奇了怪了哈你。我自己做的是这样子能煮得趴的，我一直都这样子吃就好几十年了，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呀。嗯，家人们，咱们把赞再点一点好不好？把赞再点一点，然后分享一下直播好吗？我们直播这么久了，为什么赞赞1000个赞赞都没有呀？我都忘了，我不说你们也忘了是不是？啊，对，谢谢家的粉丝团哈，谢谢家的粉丝团，感谢关注，没有给我点关注，点一下关注。没加粉丝团，咱们加一波粉丝团，把赞赞往上面点一点好不好？点到10000的赞赞好吗？嗯，就是我师傅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那我师傅现在回去的话，他是不是不回来了呀？他回去的话，就是说明他真的完全。他真的完全放下那个女孩子了，是不是？他放弃了吗？叔叔阿姨们，他是不是放弃了呀？我师傅他是不是放弃了呀？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喜欢的话，不应该就这样子放弃呀，是不是？你们觉得呢？你不去你帅家了，不去你帅家了，家人们，不去你帅家了哈，嗯，哎。那你不喜欢，你可以给我退回来哈，你可以给我退回来。
没有饭吃呀。阿妹，你到底什么情况？你哥很清楚，你不要听里面人说，阿伟和阿紫没有对错。好的，好的哈。阿紫变心了是吧？我只是想问一下家人们，就是就我也这种事情，我也不好意思，我也不好去问嘛。哥哥姐、叔叔阿姨们啊，我也不好去问，所以我只能问你们了。只是阿紫到那不在乐山了。那我师傅那意思是我师傅还不放弃是不是？我师傅还不放弃吗？啊，把天天开心你全部给我退回来，你运费什么钱我都退给你好不好？如果你觉得不好，我卖腊肉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不好，也没有一个人觉得就是不好吃，没有一个坏的评论，全部都是好评。我今年才第一次卖，我去年卖了一年了，我是养猪的一个女孩子。如果你就你是第一个吧，如果你觉得不好，你就给我退回来好吧，你的运费什么我都给你出了哈。嗯，我卖东西，我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我都是老老实实的，我也不会去骗你的什么之类的。29块钱是不是？你出来也是穷不了你，我吃了也是富不了我，我只是好心的送给你们，让你们尝试一下而已。你一直我一开播，你一直在这里说了半天了，这样子搞得我也不好，搞得你也不好，影响心情是不是？如果你觉得真的不好的话，你给我退回来，我把你的运费什么都是退给你自己吧。因为真的家人们，我卖了，我去年卖了一年的腊，我卖了好几年的腊肉了，而且我的腊肉去年还卖的是59块钱一斤卖的，我就今年就是快要过年了，所以说给你们就是，我这个，我都不能讲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你一直在这里问我都不能讲，你给我发私信吧，我求你了。我现在一讲我又没有卖货，所以说都又违规了，所以说都违规了。如果你觉得你不好，你就推给我吧哈，嗯。你全部给我退回来哈，你全部给我退回来。如果你觉得不好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了，是不是？你一直这样子说，我一开播你一直在我直播间里面这样子说，因为我没有卖货，所以说不能在这直播间里面这样子讲，一讲都违规了，真的。啊，我卖这么多年的腊肉了，就是也没从来没有一个不好的评，就是全部都是好评。嗯，就奇了怪了哈。还有一个对阿紫一怎么会认识易老板普通朋友？本来就是易老板搞的鬼，被易老板洗脑了。就是那个阿紫被你和李帅分手了吗？没有分手，李帅现在在我家里面呢，现在在我家呢，家人们要先烧皮，然后泡一下，煮个40分就可以了。对的哈，家人们是的哈，嗯。那不好呀什么之类的，那只是你们做法不对，做法对了不可能是不好的呀。如果不好的话，那么多腊肉怎么能卖完呢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嗯嗯，阿妹谢谢关注。怎么啦？家人们问我们分手了吗？对呀。怎么可能嘛，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怎么不可能嘛？什么？如果这样子一分手，那这还叫爱情吗？是不是？不可能。家人们想不好的呀，那你坐在这里呀。我们家人们想不想看你帅？想看你帅的扣个一，我让你帅跟着我一起坐着直播。你这个地方也不好坐，干嘛坐？不，那边就是风太大了，风太大了。家人们想看你帅跟我一起坐看直播的话，你们就扣个一。你看家人们全皮扣一了，你看全皮扣一了。你快点来坐着呗，坐着一起直播呗，一起直播。嗯，家人们都想看你呀，我叔叔阿姨们都想看你呀，来吧。你这个支架都不能放是不是？我妈妈。要不我们拿凳子这样子坐吧。你帅，因为这个地方才有信号，那边就没有信号了。要不这样呗。啊，站着直播吗？好的呀。好吧。哎，坐起。来吧。他这直播只有这么高吗？啊，那可以再上来一点呀。嗯，你看嘛，来嘛，你来这边嘛。谢谢大家的关注，家人们，咱们帮我点点赞好不好？点点赞，你们把赞再点到10000，让你帅出来好吗？因为，
本来哈，哥哥姐、叔叔、阿姨们，今天我和你帅都要去我师傅那里的，是吧？昨天就是很多人都说我师傅，就是他们有五个人欺负我师傅吗？是吧？你家人不喜欢没？有女孩有的。家们没事啊，我家人不喜欢可以慢慢去，对不对？证明一切就好了嘛，慢慢就喜欢了呀，是不是？什么证明一切呀？对，你们想想看啊，俺们这种人，如果人不喜欢的话，说明他有问题。啊，有问题啊。嗯。阿伟说阿紫没有文化，阿伟就放弃了。阿伟爸爸说阿紫没有文化，阿伟就放弃了呀。没文化没事的呀。家们没文化没事啊，只有那个这里面那个东西好就，那才叫完美啊。那有文化没文化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就是很多事情呀、啊，家人们，很多事情都我们无法左右啊，就是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或许两个人在一起，两个人真心喜欢，也有可能很多坎坎坷坷，是不是、啊？什么？怎么又来了个一楼狗了呀？哪里有一楼狗呀？一楼狗是谁嘛？家人们老是说一楼狗，咱们不要这样子说吧。可能他的名字不是那样子的，是家人们取出来的吧？是不是、啊？嗯，对，家们扎扎点点啊，扎扎点点，扎扎点点，好不好？这个搞的这直播间那评论都看不到，评论看不到就看不到呗。家们评论往上走一走，好不好？不是往上走不走的原因呀、啊。那怎么回事嘛？就他一直都这样子，你看。没事没事。看不到他们打字了。哪里呀？奇怪的很那个。阿伟说过和平分手是吧？我师傅不是，我师傅不是喜欢他吗？那为什么又是和平分手呢？哎、哦不啊！怎么回事的呀？法挂了，法挂了。法挂了啊？对。你还以为是易老板搞的鬼，不是阿紫不爱他、啊，因为他爸爸不同意这个东西，烦死了。你看，这什么原因嘛？搞得这个东西上面都看不到他们的评论。搞得看不到他们，现在好了吗？干嘛？不要管师傅的事，家人们，你们觉得不要管吗？不如意，你们在一起不如意是吧？阿门尼，不知道分手是你帅，公司出了问题，他办的时候，你师傅一直急。下午好，下午好。对，家人们打一波下午好，好不好？咱们聊一些更有意思的话，你们不要说阿伟，好好对，家人们，我师傅是最好的，我师傅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师傅一根筋，阿紫这样对他这么多天没感动，你师傅还一点管不着，阿紫不爱他。哦，就是因为就是这个阿紫不爱他，然后我师傅就不知道了，是不是？感谢家的粉丝团，对我师傅太伤心了，是吧？我今天看了一个主播两个人相爱，很感动，是吗？我们俩，你们俩去帮帮师傅。我们两个本来说今天去帮师傅的，结果昨天晚上是吧？对。很多家人们给我发信息说让我们不要去。所以我们今天再问一下大家，对，我们今天昨天又听到家人们说五个人欺负他一个师傅，对，真是。昨天对，昨天很多家人们说五个人一起联合来欺负我师傅一个人，太生气了，真的太过分了，真的。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是不是哪有这样子的人嘛？还有五个人一起欺负我师傅一个人，难道上脸的人就是这样子被人家欺负吗？是吧？哥姐叔叔阿姨们。去看一下师傅也没错是吧？有些道理，好的好的，家人们怎么有人说我们放屁呀、啊？人家说是他们。哦。他们就是那是黑粉给你发的，是不是？反正有很多人，有十几个、二十个人都给我发信息了，说让我今天你说我们两个不要去我师傅那里啊，所以说我都搞不懂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真的。阿妹说的很棒，谢谢家人们哈，谢谢你们。你师傅现在伤心，你们去看一下很好，是不是？家人们要不要我们过去，要不我们今天晚上就连夜赶过去看吧。你呀、啊、这是怎么家人们你们觉得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晚上去看好不好？家人们，阿伟这么多天的举动没有感动阿紫，
却感动了粉丝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呀、啊。看了那个阿紫，就是舔了心，又把他的师傅不要了呗，是不是？应该是这么一回事啊，家人们，是不是这个样的呀？对，应该、就是。如果你们觉得我们现在去看他的师傅，你们支持的打一波支持，好不好？对，你们支持我们的打一波支持，家人们，然后没点关注，点个关注，加加粉丝团，点点赞，好不好？我们为什么我们赞赞那么少呀？家人们，赞赞太少了吧？啊、嗯，对，打支持我们过去的，你们就打个支持，好不好？嗯，啊，要感情的事不要管，你管不了。家人们，我知道，我虽然我没有那个资格去管，我也没有那个权利去管，但是我师傅，失恋了，我师傅遇到事情了，我该去慰，就是安慰一下他，也是一个可以的吧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别的事情我们也不好插手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只是如果是去纯纯的安慰一下，给师傅安慰一下，说出些什么心里话，那应该还是可以的，嗯，对不对？就只能去安慰一下我师傅，家人们，我肯定是管不了的呀。而且师傅的这些感情上面的事，如果工作上的事情的话呢，我还可以好意思问他。就是因为感情的事，所以说我也不好意思问，我也不好意思说，是不是？哥，结束刷你们哈，你们觉得是不是？对，没事啊，没事，就是纯粹给家人们聊聊天的啊，嗯、所以对，没什么事啊，家人们，如果有什么我们说的不对的地方，你们可以跟我们提个意见啊，是不是啊？对，你们给我提，你们给我们提一下意见都可以的哈。嗯嗯，毕竟咱们都是年轻人嘛，是不是啊？嗯、有的事我们咱们俩没见过。对，就为家人们就是安慰一下师傅，心里好一点。嗯，对。对，所以我师傅真的太可怜了，真的，他五个人吃住我师傅一个人，哇，我的师傅真的应该是这几天睡也睡不好，吃也吃不下了，肯定是。肯定因为肯定是很伤心了，你说一路多地方我管吃是不是？家人们吃了惯了这个爱情这个东西，应该你一珍惜对待他，他应该不可能会变心的嘛，是不是？我也搞不懂了，你们中间这他们一开始是怎么走过来的？你们跟我们摆一摆呗，好不好？对。然后咱们两个就了解一下这一段感情的来源是怎么来的，后面又怎么分开的呀？好不好？嗯，对。对，咱们要经过每一个事怎么处理，是不是啊？不可能他们不要就不要，这是我们不好说的呀。对，其实我们只是因为就是是我们的师傅嘛，想去安慰一下，不然现在我们两个自己的事情都太多了，都真的，我们两个自己的事都自己管不了了。现在啊，现在加的粉丝团自己管好自己是吧？对，我们说实话真的，我们现在这样子，我们过去不是因为想去管他什么，我们只是想去安慰一下他啊、嗯。你们说吧，去的话可以，不去的话可以，家人们，你们说，我们听你们的，你们说要不要去？嗯，家人们去的话可以，不去的话可个人吧，就我们听你们的。阿伟爸爸不同意啊、嗯，你们吃这个呗，你那个好吧，嗯，去哦。哇，那么多说去哟、哦，那就去呗。那就去呗，阿妹，你没喝粉太多了，是那个死老头。死老头是谁呀？死老头是谁呀？哥哥结束算了没？怎么又出来一个死老头了呀？易老板，哦，易老板，易总，那家们，易总是不是给那个什么叫阿紫啊？嗯，家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易老板给阿紫什么好处了呀？不知道他应该不会背叛他的师傅嘛，是不是啊？嗯，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感情，怎么可能说没有就没有了呢？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那个了呀？而且家人们还说，昨天他们说我师父在芦村里面为那个阿紫在芦村里面待了半年了。哦，一切都是你师父的老爸反对哦。嗯，家人们，可能你们比阿妹的哥了解的更多耶，因为他哥只是个那个助理嘛，所以有些东西他可能不懂，是不是？阿紫变心啊，
啊，那这也不怪那个一老板的嘛，是不是啊？如果是啊，阿伟他的师傅跟那个阿兹莫是真心相爱的话，不管你一老板怎么弄，他都。